眨眼，我做菜做了五集，然后你随便做一个，做一个那么厉害？我没有随便做，我做很累。Sky is blue, the clouds are magical, the trees are green. I'm feeling lyrical, I've gotta say, it's just a miracle day. The birds sing tweet, tweet, I'm strolling along. The people I meet, meet, are singing their song. Don't see no sad eyes.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蒋中去上班了，趁这个空档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来做个蛋糕，做一个伯爵茶蛋糕卷，还有 scone， 两个一起做应该不是问题吧。那等蒋中下班回来吃，看他觉得怎么样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做功课吃早餐。好，感觉超复杂。材料部分基本上家里都有，但是等下做蛋糕卷要用烘焙纸做成模型，可是家里没有烘焙纸，所以得要买。大概就这样，然后还写下了一些步骤。Scone 的话，之前我的同事有给我一个小抄，所以我等下就照着小抄，就不会失败。准备出发去市场。会经过蒋中上班的地方，想说那就去看看上班有没有空跟我挥个手。是这家店，好，他没有发现我在偷拍他，爽。我现在终于买完东西，必须说一个人去市场然后还要露营真的很不容易，我刚刚差点就摔得狗吃屎。虽然我刚刚就是已经在出门前有做好功课，但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安，所以我再来回顾一下笔记。好紧张。好，蛋两颗要先把蛋黄和蛋白分离。啊！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录影跟自己讲话一样低能儿。超高的，那我现在要来做蛋糕卷。我要先做内馅是奶油乳酪，再来做蛋糕体。那我刚刚有折好那个模型，等一下就是把蛋糕体倒里面。好，开始。Trying to take it all, moving fast, but I
I wanna go faster. Little afraid it'll be a disaster, but I know that I don't wanna crash without you. You're the one that makes me come alive. I never thought I'd come to something that was so new. 不太清楚这个洞是怎么样。下班回到家了，我要让他来试吃我刚刚做的蛋糕，然后他还没有看到他。你等一下不能往右转头，因为我等一下往冰箱那边，从冰箱拿出蛋糕来。但不得不说，公司有一点失控啦。哇靠！哎，蛮强的，是有点薄啦，但是。你是有卷起来，因为你知道会失败都是因为卷起来的时候它旁边会裂开，可是你卷得很好欸。你今天的策略就是先烤一些很丑的 scone， 然后先让我以为你大概做了什么更失败的事情，然后你就拿出一个很成功的东西来。没有 scone 的部分，我是想说因为我上次有做过一次，我就觉得好像它可以再发高一点，我这次于是就用比较厚，殊不知直接失控，烤盘离那上面加热的那个东西太近，所以导致它上面有一点焦。这个好吃吗？这要吃啊！没礼貌，我做很久。好，那吃一块，可以沾果酱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接到下一个。不要热了，不然太干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它放旁边。哎、欸，是挺厉害的。那你里面用什么东西？里面的馅料也是 cream cheese 啊，然后苹果的罐头。很厉害哎。你卷的搞不好比我的一些同学们卷的都好看，还包括我啦。这个馅我觉得是很舒服的，因为你刚才说是用 cream cheese 跟砂糖，我自己脑袋东想就是有可能会太多了，因为你上面挤这么多，然后里面还有夹，嗯，但吃起来是清爽。不知道你哪来的食谱啦，但是 cream cheese 跟那个 cream 的比例是抓得非常好的。那我觉得里面那个罐头苹果是好吃的，今天就是它在。你的蛋糕体没有，它膨起来之后它回缩了，嗯，对吧？嗯，但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非常非常多，就是很厉害，甚至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来这样。好啦，也是给面子啊，其实我一定做出来。傻眼，我做菜做了5集，然后你随便做一个那么厉害？我没有随便做，我做很累。如果大家有看前面就知道，你做了多久？我一整天都在做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你人生好浪费哦，还有时间可以这样一整天做蛋糕，你不懂姐有多辛苦。你很猛啊，就是以一个居家业余来说，给8分。那 scone 呢？哎、我跟你讲，外面要买到那么蓬高的 scone， 没有。如果外面烤成这样，我完全不会屌它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哦。嗯，你有什么要话说？要说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也等着看这一集啊，这集我完全没有参与，我也不知道这一集会那就这样长什么样子。大家再见。不会有下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录音的时候了。